朝翻東南向。東南向。然後咧，客廳、餐廳係一體嘅。錯過咗深圳華僑城，唔好再錯過肇慶華僑城啦！30多萬就可以擁有一套華僑城天鵝堡，仲可以做分期，係唔係真係咁筍啊？快啲跟我睇下！現時在售面積有35至63平方米，餐廳、客廳獨立分區，空間實用性超高，乾濕分離嘅衛生間，3件套齊全，輕鬆容納2人同時使用。廚房採用推拉門嘅設計，仲可以使用明火添。呢套單位最驚豔嘅地方就係主人房嘅景觀啦，拉開窗簾即可感受得到童話裡面嘅世界。一路之隔就係華僑城投資最大嘅，相當於1.5個深圳歡樂谷，大灣區西部最大嘅主題樂園卡洛星球。建成後預計年遊客量可到達400萬人次，5分鐘可到達高鐵肇慶東站，翻到香港尖沙咀只需要80分鐘。灣區華僑城絕版世績70年產權住宅，仲可以選擇品牌酒店無憂託管，回報率高達2.7厘，高溢價樂園資產高鐵物業即買即升值。香港展銷廳獨家代理，我哋 V 家仲可以幫你做分期免息添，手快有，手慢冇，想了解更多，快啲攞起你電話諮詢啦！喂，灿哥啊，仲未嚟嘅？呢度啊，呢度啊。喂，唉，妖，又话你屋企附近，好近啫嘛。知唔知呢度边度啊？呢度海伦堡。系啊。但系我第一次过嚟。系嘛？诶，你屋企附近？我熟啊。你熟啊嘛？肯定啦。咁得啦，嚟睇睇先，走。好，灿哥啊。系。咁啊，你又住附近啦。系啊。咁啊，同我哋观众介绍下呢个。九月雲府的一個這個配套情況啦，可以啊。其實呢，我們所在這個位置是屬於我們的斗門區的湖心新城一個全新片區來的。其實湖心新城呢，很多人都已經有了解過了，但是呢，我們現在今天來到這個九月雲府呢，它可以說是屬於湖心新城它一個城區橋頭堡的一個位置，橋頭堡的位置，是沒錯、okay. 因為呢，從湖心路進來第一個樓盤其實就是到我們這個九月雲府的、所以它位置來說是比其他樓盤都要更加方便的。Okay. 是，那我們看回大的交通先，其實大家都知道湖心新城是屬於整個斗門現在最核心而且最重點規劃的一個位置。為什麼要規劃它這麼好呢？就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了、這個位置呢，去到我們現在整個西部城區最大的而且最核心的一個交通樞紐，就是我們的金華立交、只需要5分鐘，5分鐘到金華立交，沒錯、然後呢，去到我們現在斗門最快捷一條高速路，就是我們香港大橋，又是5分鐘，又5分鐘，是、又是5分鐘、可以說它上這兩個大的交通路線呢，都是只需要5分鐘的時間，可以說是非常方便的、那我5分鐘可以選擇
經香河大橋，又可以經珠河大橋過去香洲市。係啦，冇錯冇錯。所以嘅話，從我哋呢個項目出發去到香洲市中心咧，大概開車都係去到二十幾分鐘就去到達㗎啦。哇！所以講話佢嘅地理位置係非常之方便嘅。OK。咁講翻話從香港過嚟啦，其實香港過嚟，我哋依家基本上都係行翻港珠澳大橋，然後到人工島之後咧過關直接過嚟。其實全程下來從香港到達到我們樓盤都是一個鐘多一點、oh. 因為我們從我們樓盤出發去到關口都是只需要半個鐘左右的時間的、okay. 是啊、全程都是個零鐘，可以說整體的路程是非常之快捷的了已經、okay. 是那附近的配套呢、附近配套其實都很齊全，而且話都很新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湖心新城是全新的新區啦，所以咧佢全部的商業配套又好啦，教育配套又好啦，醫療配套又好，全部都是按住最新的而且話最高端的一個標準嚟設計同埋一個建設嘅。咁、我就知道依家現有的學校嚟講咧，我哋可能呢邊就是我哋嘅一個奇正小學啦，同埋後邊嘅金茂小學同埋金茂中學呢啲、學校咧就全部都已經開學㗎啦，已經覆蓋曬，係全部。已經開學㗎啦，所以嘅話佢嘅一個學區配套係可以講話全齡段嘅，係、全齡段啊學區配套，而且咧呢、個樓盤有個特點啊，佢係自己配建咗一個體育館俾翻政府嘅，自己配咗一個體育館，冇、錯。所以嘅話，你日常如果話想要打波啊，或者話跑步啊，呢體育館就滿足曬你要求㗎啦，係、啊，而且就喺屋企門口嘅啫、可以講話非常之方便。咁、另外咧，我哋可能有啲觀眾會比較關注我哋個醫院啦，醫院嚟講咧，西部城區就係我哋嘅湖心新城咧，會建設一個西部醫療中心嘅。西部醫療中心咧，又叫做市大陸人民醫院，係、這個醫院咧，依家就喺度起緊嘅。嚟呢邊項目開車都係兩三分鐘到㗎啦，係、非常之近嘅。咁呢、這個醫院咧，佢都係按翻全新嘅三甲級嘅一個建設啦，而且話佢都係投入了比較多的嗰種智能化的管理的、所以話未來呢個醫院我相信都會輻射翻成個斗門全部的片區㗎啦，係、可以看到啦，整體無論話從配套情況啦，或者話整體的交通情況，我覺得話呢個位置真係非常之靚，所以我點解會買喺呢邊都係呢個道理。OK， 咁基本情況我哋了解咧，咁、我哋睇翻呢個樓盤先，好嘛？好、okay. ，係這個樓盤其實就不大的、可能寶九月雲府這個樓盤它總共就是三棟樓、大家可以看到的，其實呢它是有個前身，就是前面這一塊湖心里，這個湖心里這個樓盤就是2018年的時候開建的、當時呢都屬於是整個斗門的銷冠盤來的，賣得超級好、當時的價錢從一開始的13000賣到最後的時候都去到19000的了，係啊，都係到19000㗎。係啊，差不多一年左右時間就已經賣曬㗎啦。呢、這個盤差不多成1600套貨㗎。依家咧，我哋售樓部所在位置都係呢個湖心里樓下呢邊嘅。然後咧，全新嘅一個九月雲府咧，就喺湖心里隔離嘅啫。係，呢個樓盤總共就三棟樓，然後咧佢依家賣得都比較快嘅。今年上一年啦，算係要開盤嘅時候賣咧，係我哋佢哋嘅三棟就已經賣曬啦。然後依家主要賣緊都係一棟同埋二棟嘅啫。係，然後咧隔離我哋睇到呢一個建設嘅嘢咧，就係頭先提到一個體育館啦。係，所以咧體育館就喺屋企門口，就係、真真正正屋企門口嘅體育館。係，呢、這個好真係，冇錯，奢華可以講係。係，然後咧，成個樓盤咧，依家賣緊呢兩棟樓咧，佢嘅户型嚟講咧，都比較豐富㗎，有80多方嘅三房啦，到100多方嘅四房，或者話想要再大啲嘅單位咧，有126方嘅複式單位。哦，呢度有複式單位。係㗎，有複式嘅，而且話佢比較特別喎，可能有啲觀眾佢哋想買複式啦、可能複式只會有頂層嘅複式會多啲嘅、但係咧佢呢邊唔係嘅，佢呢邊係成棟樓嘅，係0102單位，全部都係複式嚟嘅，成棟嘅複式，全部都係複式嚟嘅，而且咧佢使用率非常之高，126方嘅建築面積，但係咧佢嘅實用面積可以達到84方以上嘅，超過100%。哇！咁喺呢個地區咁嘅呢個樓盤裏邊有成棟複式，我真係第一次。係啊係啊，真係比較稀缺㗎。所以咧，佢整體嗰個樓盤嘅設計又好啦，或者佢嘅配套情況，我都話都係非常之唔錯。依家咧佢哋係全部賣無坯嘅單位嚟嘅、而且咧我聽過啦，佢呢邊嘅價錢真係大，因為頭先提到啦，前面湖心里之前都已經賣到18000-19000啦，但係依家。
唉，跟大家講下係幾多？依家嘅價錢只需$13,000到。$13,000。$13,000。得啦，OK， 好，我哋去羊蚊房睇。